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兔肉白菜真是太地道了哈，特别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在家里想开点胃的啊，你就做这个试试，绝对开胃啊。嗯，特别开胃，好吃哈，脆嫩爽口啊，绝对带劲。又到饭点了啊，如果你家只剩白菜了，你怎么吃啊？凉拌白菜、炖白菜还是炒白菜？我感觉最好吃的还是这个兔肉白菜啊，做好了不出汤，脆嫩爽口，比肉还好吃啊。兔肉白菜也行，配个米饭挺带劲。来吧，咱开始做吧。先把白菜，哎，一片片的给扒下来。这个白菜叶子用刀，哎，切下来，顺这个边。嗯，白菜叶、白菜帮分开切，这样好入味是吧？对。白菜斜刀切成片，这样呢，里面的筋就切断了，白菜更容易入味。白菜叶用手撕一下，这样呢，也是为了让它更容易入味。放入这个料汁儿，开大火继续给它翻炒一下。这小菜咱不都成了吗？颜色还挺漂亮的哈。哎，看看有没有食欲。哎呀，太有食欲了。把肉做好吃的不叫能耐啊，把这青菜做好吃的那才叫厉害。看这小白菜，哎呀，脆嫩爽口啊，太好了。看着就挺下饭哈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冬天多是吃大白菜的时候，家里白菜肯定多，可以试试这个做法，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嗯，太香了，我跟你说，超下饭。